以后留在济善堂，就不用再怕了。嗯，带他去吧。是，走吧。我看到此处在招供，便想来碰碰运气，没想到运气真的不错。公主，您是何时？在沙地里写字跟在纸上写字终究是不同的，你不必这般谨慎。济善堂已经记得在下许多，笔墨纸砚都不便宜。那你以后也要在沙子上答卷吗？走吧，以后都到书房去练字。